要飞了吗？再看啊，等你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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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四、五、六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三、二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三、二、一，没有要飞。No Q， 那我拍左鸟，我拍右鸟。你怎么那么可爱？整只墙过去，自己不会吃啊？还在等他老爸下来帮他拔。真古锥嘞！一家五口要拍谁？公鸟站在那，幼鸟站在那，母鸟在理毛，右边两只雏鸟还在巢穴里面，一只。两只都在这，两只都卧在这里啊。有没有巢堆里面一只趴着的，然后一只抬头的。哦，躲得真好。雏鸟过去了。大致的这，哎，应该算二宝，二宝也过去了。二宝终于过去了。看三宝在哪里？还在看什么？来来来来来，后退了，母鸟也出去了，拍翅膀了，拍翅膀了，他看到谁了？他看到谁了？看到人了，看到人了，回来了。这里又带一只回来，你看，同样的东西啊，跟刚才那只一样。都可以抢走。哦，只有转一圈被骗。我以为他要去右边岩壁了，害我已经换方向了。又回来这里，母鸟呢？母鸟已经回去了。好，两台应该都有录到。